敬礼，静坐。大家好早吼，哦，这四天拄啊是清明啦吼，还有年假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吼，啊，搁有法度搁半时间出来吼，啊，足敬佩吼，啊，搁有法度来吃，啊，大家来聚会吼，这场是第三场啊嘛吼，前三场人有较多，因为今仔就是这年假的关系，所以讲吼，哇，人较少，但是吼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甲以前的。他们有拢同款，哦，拢是安尼，足向心力足强的就对啦吼。因为咱这个组织来讲吼，来讲起来是，若是讲无足坚持的人吼，有当时啊吼，会感觉讲来吃啦吼，有足侪的压力伫的啦吼，包括来讲，讲起来吼，咱是爹不疼娘不爱啦吼，大家讲即种拢无疼惜啦吼，啊拢爱靠家己奋斗，啊这真是无足大诶毅力是无法度啦吼，啊所以足敬佩。啊今仔日吼，咱即节课吼，咱要讲一寡即个电脑科技吼，甲咱生活方面诶运用吼，啊上特别诶就是讲咱爱。来看咱的网站吼，咱来了解咱这个民政府的网站，有啥物件？啊，因为这个是算咱民政府的一个窗口吼，就敢若是讲去点咱顶吼，就是一个摊位就对了吼。到这网际网络顶头的一个摊位，啊，网际网络是安尼吼，这无国界，你去啊单位吼，网络会通的所在吼，啊，都我都看到。咱要看的物件，包括即马飞行机顶嘛会使，无费用足悬的就对啦吼。啊，若坐高铁啦、坐台铁，啥物客运啦吼，要带顶头上网拢足简单啊啦吼，拢免靠别人提供伊个网络的服务，咱家己用个随身携带。像我即马即只电脑就是，我有一个迄个3G 的网卡吼，啊，即个甲电话卡同款。其实吼，咱真侪人用即个手机啊吼。这三 G 的手机有一条线，佮差一点哦，啊，就能上网。因为本身也会用电脑上网，用这个手机啊上网。啊，手机啊，唔啦讲一定爱电脑配合，本身买能上网。啊，手机啊，若是讲那是二 G， 然后二 G 就是第二代的这个通讯的这个物件，那是有啊就会使。啊，何况今麦佫有四 G 哦，今麦已经。发展啊，4G 啊，都是 WiMAX 哦，啊，即马即个基础的建设吼，啊，无讲足完整的吼，啊，那住台北高雄啊，新竹有几个所在有，啊，但是免偌久吼，免偌久，即个建设完成吼，正是去啊单位吼，拢畅通无阻，啊，佮速度紧，最主要个速度紧的问题，即马目前3G 速度啊，佮无佮紧。像我即马看网页拢无问题，但是要看影片啊，还是讲要看一寡吼，资料传输较大诶，迄拢有问题。哦，讲有一对翁仔某吼，啊，因拢足无闲诶，啊，虽然拢上班嘛吼，啊，拢无法度到恁去佚佗。啊，有一回啊，因翁吼，因翁要去开会，啊，要去搭开会去夏威夷，哦，风景足水诶，啊，因某就甲因翁讲吼。你即摆若去开会吼，啊开会煞的时阵吼，啊我飞过，啊咱来遐度假，啊因翁讲好，迄好主意吼，啊因翁就去开会啊吼，啊开会煞以后，就去咧海边啊去找一间袂歹度假饭店吼，啊就甲带入去，哦入去看，这饭店阁袂歹哦，虽然讲海边啊，啊阁是休闲的吼，毋是商务的。但是内底嘛有网路呢，吼，嘛用咧上网吼，哎，足欢喜个，就电脑甲开开，啊，就想讲来甲因某通知啦，讲已经找着足好个饭店啊吼，啊，伫单位要甲讲，嘛用咧省电话钱呢吼，啊，就电脑拍开，啊，就写批吼，写迄个 email 吼，啊，伊足粗心个啦，啊，迄个 email 个地址写唔对，写唔对一个英文字母啦，吼，比
比如讲 Jenny 吼、哦、，Jenny 啊，结果 J E N N Y 哎的拍作 J I N N Y 然后，啊，咱知影这用这个email 人足多的吼、哦，啊，你现在拍唔着，冇可能会去寄到人的微信内底吼，啊，就下起红笔嘛，叫寄出去了，啊，叫别人收到啦，啊，收到迄个人什么人呢？一个老阿婆啊啦，啊，迄老阿婆啊吼，迄天早起拄啊，甲银行吼做告别式啦，哦，啊，我葬礼完，早上完成葬礼，啊，等到厝诶吼，啊，嘛足伤心诶咧吼，啊，想啊，盈盈咧吼，啊，老囝啊，囝拢住遐，诶，嘛伫无用一寡代志，伊想啊，无我电脑开开吼，来甲我遐朋友啦吼。啊，是亲情无来啦，有来的拢甲发一个批啊，感谢哦。电脑一开开以后，吼、哦，啊，信箱甲拍开吼，惨叫一声，倒向遐，写甲流流，滴流流啦吼、哦。啊，因后生因囝吼，听着这个哇，奇怪，母也是安怎，赶紧撞来哦，袂就甲扶起来，啊，甲诶扶个眠床吼，去到倒的。啊，因查某囝就足好奇的讲，走来讲，到底什么代志吼？因母也会安尼。啊，电脑诶，迄个屏幕甲看，哎，电脑是一封批，调因母来批吼，内容安怎写呢？亲爱的，我已经到达我们要到的地方了，这里真是天堂。没想到这里也有网路，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。我开始想你了，你赶快来吧。哦，阿姐。哦，这个哦，诶，这个虽然是笑话啦哦，但是这是咱生活中不可能会遇到的。啊，这边讲啥呢？意思是讲吼，即马真侪人伫用 email 哦，伫用这个电子邮件吼、哦。啊，咱用电子邮件的时阵吼，不管是老少哈、哦，男女老少，即马连小学生嘛伫用啊呢。哦，啊，像在座我相信足侪人有 email 来。民调一下，来回 email 举手，过半咧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爱说你哦，唔好记唔对，好，啊，若无 email 话紧吼，我想讲今仔日吼，咱除了要介绍咱的网站以外吼、哦，我嘛希望在座吼，啊，佫无 email， 啊，甚至无电脑话紧吼，你佮请个请我编呐吼，请来请我编的，因为迄名吼，有当时啊拢讲重复的。啊，都明明咱的名吼，咱叫做 Tom 吼 ，T O M 吼，汤姆吼，啊，汤姆陈吼 ，C H E N， 啊，你用这个名去签吼，不一定签得着，因为诶 ，Tom 陈足侪人有嘛吼，诶，菜市啊名，啊，你若是讲生活签吼，迄种签字啊嘛无啊咧，啊，像我吼，我用电脑已经用足侪名啦，放假卡用电脑较少嘛啦吼，以前电脑爱入去咧电脑中心嘛吼，哎。也啊，腾起来啊，架高地板，啊嘛摸未着电脑呢，敢那看规个玻璃迄个门内底，敢那一只迄个打卡机啦吼，拍迄个卡片，参加联考的拢知啦吼，迄、哦那个志愿卡，迄、那个卡片，迄就是迄、那个以前古早时阵利用电脑，咱写程式拢写联考拢拍的，啊，迄、那个物件吼，咱拢敢那讲着遐尔啦吼，讲实在，迄阵用电脑足可怜的啦，敢那讲着迄个打卡机啊。啊，电脑讲袂着，迄有电脑更新的人替咱处理吼、哦。啊，到即马来吼、哦，电脑遮侪人伫用，啊，即、這个资讯啦吼，资讯遮发达，啊，佫最主要网络足滴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嘛。以前啊，佫会机机叫吼，敢那传真机款的吼，用数据机去做办的啊。即马动不动吼，哎，至少你嘛有 cable 吼，啊有 ADSL 通来用。啊，即卖真侪呢，都市哦，大楼，差不多拢是用光纤，啊，光纤速度搁比咱一般利用的这 ADSL 啊较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因为即卖这个环境已经较紧啦吼，这个网络的环境啦吼、哦，有较好的时阵，咱到网页顶头去看物件吼，啊，加速紧。啊嘛，加足丰富。以前当然看到一寡文字，啊，尾也有进步，甲讲看一寡图片。啊，即嘛唔是哦，
即卖咧用多媒体，吼、哦，多媒体上，我相信大家嘛知影，影片啦，吼、哦，音乐啦，影音档，嘿，影音档啦，影片啊，音乐，这物件，所以讲这物件已经走入来即个，咱网络世界吼，已经安尼，大家用足多啊，啊，你啊去一个网页啦，看实实版版的，你去跟他文字念一种图啊，无吼，我相信你也无加爱去，啊，即卖看到图片那个无够贵啦吼，爱、哦、看影音的物件。啊，看影音伊啊，在会感觉讲这网站有物件通互你看，好。啊，咱的网站吼，咱的迄个民政府的网站顶头影音的物件嘛足多的咧，吼、哦。包括咱进前啦吼，那、哦、是一寡活动吼，拢、哦、有记录做影音，啊，拢用咧在顶头用咧找得到。所以讲，那是新加入的朋友啦吼，啊、哦、是讲。以前你有家己嘿，啊，你用个你看麦，反正看了你家己伫顶头，包括实况直播，我今仔是无从实况直播啦，啊，无今仔即个现场吼，用个上个网络顶头，哦啊，在美国咱嘛足侪乡亲伫关心咱哦，啊，我进前几工吼、哦，就是第二次吼、哦，咱第二次的即个会议啊吼，哎、哦，美国咱一个朋友伫问讲，啊，那会实况转播？我讲吼，有一个问题啦，因为遮网络吼，楼卡当然网络顶头也有，但是要叫来遮网络，还佫有一寡问题。所以讲，我即摆用的是3G 的速度无够紧。啊，若要用实况转播吼，因拄啊看到啥呢？看到慢动作，嘿，啊，所以讲我就当卸起来吼，啊，咱现场录影，啊，到时遮拢会甲放在咱的网站哦。啊，虽然讲安尼啦吼，但是咱。网络顶头嘛，你看到以前实况转播的物件哦，在美国哦，在迄、那个西湾、东湾，拢有一挂影片用咧看，咱用直接吼，就去咱的叫做啥？台湾民政府的电视台，正像这個电视台呢吼，因为即摆做这個电视台播像以前较困难呐，这個、电子媒体吼是上开钱的。一个媒体，啊，尤其在台湾吼，即、這个无正常的国家内底吼，从一间电台，讲话尔哦，无声音，讲话无影像的哦，讲爱规页啦，讲无频道，爱拢无市的吼，啊，即、這个牌，一支牌拢规页的吼，咱迄个林博士哦，嘛深受其害，啊，咱即个海洋之乡啊，爱去哩嘛吼，啊嘛，去炒几啊遍。哎嘛厉害，啊！但是大哥嘛开袂少钱的吼，啊，即嘛无同款啦啦吼，咱若稳定来甲囥喺咱的网络内底吼，咱的费用足低。那扣掉即、這个，咱叫做固定成本吼，固定成本就是你电脑嘛本来就是用啊嘛，免阁加买嘛吼。咱嘛讲即个直接成本，直接成本上来，干那一支麦克风尔。很方便，因为包括即个电视台嘛免钱，嘛是免费的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为电脑你若无麦克风，去买一支麦克风啦吼。安尼等于做电台安尼，哦，啊，若要做电视台，佫加一个物件，买一只镜头，哦，啊，这镜头一粒几百块都有啊。咱叫做 CCD 吼、哦，迄、那个，就是咱上网吼，伫、哦。做 Skype 来做一个 MSN 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、视讯的物件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镜头，咱叫针孔啦，针孔摄影机，边调焦距的，啊，前面看两种足俗的，迄个隔起来以后，你的电脑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一个 SNG 的只一只拢会几啊千万吼，定位咱你只要偌济，7000万吼、哦，啊，7000万，啊，佫一只较大只啊。拍卢钢，即马吼调都拍着要做 SNG 啊，电脑吼拍，啊来个新光门，今仔来个臭头啊袂好了吼，啊遐拄啊人伫演讲，然后个架起来，安尼都实况转播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足简单诶啦吼，每一样拢用伊唱诶，拢免钱，网络顶头免费物件足多，啊大家可能会想讲，啊到底是哪免钱，啊伊要食啥，有人会广告啦吼，所以免惊，啊咱。差不多像即马，在网络顶头吼，那是讲会晓去运用遐免费的资源吼，啊，对咱来讲吼，是足好的吼、哦，因为
咱若要取得遐个资源吼，你若是要用费用，去足歹算，吼足歹算。啊，尤其像咱民政府吼，平面媒体也歹甲咱报吼，啊电子媒体也歹甲咱报，咱靠家己吼，靠咱第三媒体啊，到网络顶头，确实会用来发挥很大作用。吼，像咱个网站顶头，咱容易看吼，点阅率哦，迄个不够悬。我拄啊吼。迄、那个网址拍就伤细，你看袂清楚。啊，我想讲安尼拍伤慢，我直接甲拍台湾哦。啊，拄好你拍可以在了看。我拍台湾的时阵，拢会出现台湾银行啊，啥物？但我迄个台湾迄个名啊，人民迄个名，甲拍落以后，扑一跳出来，看到台湾民政府啊。所以讲，看我怎样你看，愈怎样看，伊即个搜寻的迄、那个顺序会排愈顶头。排序，伊会主动嘛吼。咱去找的时阵，啊，若找到真侪人去找这个所在，啊，看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伊会愈来愈悬。啊，咱我拄啊看，咱排的前五个呢吼，希望到一天吼，咱开开第一个就是咱的啊。哦啊，遐还靠咱大家用去宣传啦吼。啊，大家若定定去点咱的网站吼，咱自然就排啊第一个啊。哦，电视网你讲过啊。诶，怕借钱，啊，借钱就到那个George and Mary 哈，借钱免利的，现在联邦吼，啊，花钱的嘛有听听，因听听这个上面就讲，你怕一个关键字，啊，就随跳一个银行，啊，咱怕一个台湾名就跳在咱家，咱是无开钱的哦，电视迄种开钱的哦，比如开一百万，啊，我怕关键字，啊，就找因的网站，迄种开钱的。啊，咱这一边开钱的，啊，买那个公白鸭款，还是无简单的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即马节省时间啦，咱先来介绍咱的网站，啊，佫刷落去吼，再来甲大家讲要怎申请即、這个赔偿啊。咱今仔可能咱的介绍迄个 Gmail 啊 ，Google 的 Gmail， 伊的服务啦吼。嘛有较好啊，最主要吼，即、這个 Google 一间公司吼，会咱较经费啦吼，经费甲中国大陆有啊，迄个难分难舍吼。伊到尾也拒绝中国啦吼，中国讲你爱把抽着啥物件，免互看，啊伊就歪，无伊个信啦。到尾啊，中国讲啊，无规矩你莫做啊，你出去，啊伊讲真是出去哦，伊歪做啊，吼，啊所以 Google 足有骨气个吼，伊靠伊个实力吼啊。中国有这个霸权的国家吼、哦，做对抗，啊，这所以这咱的个性足好个啊，所以讲咱足好个，大家用伊个mail吼 ，gmail。啊，佮另外有一个较重要的就是安尼，咱知影有一个影音网站足有名个，叫做 YouTube 哈、哦、，YouTube 哈、哦。啊，有人讲 YouTube 啦，应该是爱讲 YouTube 哈、哦。这有一个，这因为吼、哦，美国吼、哦、啊，因伊讲这个。电视的吼，电视机吼，有俚语叫做 tube 啦，讲。啊，先啦，安怎会讲叫做讲呢？因为电视早期拢是咱家无，CRT 啦吼，咱叫做 CRT， 真迄个叫做阴极射线管的吼 ，CRT， 迄个 T cathode 吼，CR 瑞吼 ，T 就是 tube。啊，因美国足介绍的然后。啊，伊讲迄个警察叫做 cop 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电视伊就不爱甲伊讲 TV， 伊讲 tube 就是电视啦，啊 ，YouTube 就讲你的电视啦 ，YouTube 吼、哦、是 YouTube 哦，哎 ，YouTube Y O U T U B， 啊，就 YouTube 爱、啊、就 YouTube， 哎，啊，就讲你的电视就对了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你用你清洁账号，哦，啊，这个账号就是你的电视。啊，内底有啥物件？你若家己爱藏物件，无要紧，你用去看别人的物件。咱的物件嘛足多呢。哦，咱一寡你上课吼，还是讲咱的活动，走去 A I T 吼，去清关呐吼，啊去 D C 吼，啊，拢同款有真多物件，拢放咧 YouTube。啊，放咧 YouTube 有啥好处呢 ？YouTube 足多人去看，哦，足多人看，伊点阅率一天拢算几百万的哦，几百万的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用个大电脑，家己咱买个清洁账号。啊，清账号，你讲你家要放家己影片，唔是哦，即马一切观念已经改啊。现在 YouTube
做这个这重大的改变的 ，YouTube 叫 Google Meeting， 好，啊，所以讲咱请这 Google 的这个 Gmail 吼、哦，用个一连串所有的差不多伊周边里边拢用个请求，哦，包括像 YouTube 吼、哦，甚至讲你家己有部落格，你若无先去 Google 买个去请一个部落格，免钱的哦，啊，佫帅，你的物件也是讲袂歹。靠特色，有真侪人来甲你点你的部落格，还是看你的影片哦。啊，你用个去甲签一个叫做 Google AD， 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 Google AD 啦 ，ADS 应该是安尼讲。迄啥物件咧？迄个是 Google 的一个广告的网站。啊，你用去甲加入，啊，加入以后吼，带你的部落格啊，带你的即、這个要发表物件，你本。伊个广告的即个图示，甲放喺边啊，若有人去点吼，你就通啊趁钱啊。哦，伊海外人嘛，即摆无看。海外人来讲，迄电影伊足贵的，一工头八万至十万，迄一个月能趁偌侪钱呢？一个月吼，美金头趁起两三百块呢，还不无小补啊。哦，啊，咱同款啊，真侪人为伊个网站足有特色，伊个累积每点钱，伊就该算。跟一个的钱广告，哦，伊替你广告吼，唔、哦、是咱替伊广告，伊去做厂商，啊、哦，比如讲伊去做爱电脑的人嘛，爱看电脑的人可能会买电脑的产品，比如讲伊去做迄个 IBM 吼、哦，迄个 PC， 还是讲宏基吼，爱、哦、做广告，讲来我替你广告吼、哦，啊，我的用户吼、哦、YouTube 足多人的哦，啊，我一天吼。哦人会看到你吼，能见度外观，啊，甲收钱，啊，收钱收起来一部分都拨互你。所以讲吼，结合这个 Google 足侪物件，不但吼，这个因为你若是咱若是去迄个买物件，嘛是同款，会去找较大间的，较大间的吼，较好找物件，佮刷落去吼，服务也会较好。啊，所以讲咱较等下咱买，来帮助。咱的朋友吼、哦，来请这 Google Gmail， 啊，已经有利用 Gmail 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拄啊有用 Gmail 的人的一半啦，吼、哦，好一半。所以讲，这我的看法跟大家拢同款吼。啊，以前啊，有人爱用 Yahoo 啦，爱用迄个 Hotmail 啦，吼、哦，其实迄嘛足好个吼、哦。啊，以我来讲哦，我逐间拢有，啊，我迄、那个。email 的这个地址吼，啊，拢清啊，足水的吼，拢统一，不管哪一间啦吼，我头前去赞哦，拢赶快，啊，所以现在找嘛有，为朋友要写备话，唔知我 email 要会嘛要会丢，吼，所以大家拢有，啊，这较等下咱再来协助吼，大家来处理这个家己的 email， 先甲清起来，吼，啊，搁一寡咱要用的物件，嘿，我拄啊讲的 YouTube 啦，啊，搁啥呢？Facebook， 啊，有人是用迄来耍迄个快乐农场啊，吼，开咖啡馆啊，饲鱼啊啦，吼，啊，饲猪啦，吼，简单来讲，简单，吼，啊，像这物件嘛是会使，啊，但是一般啦，用 Facebook 大部分拢是做家己的一个布告啦，吼，啊，用这个落去。做咱上需要的目的啦吼，啊，你算的人可能也较少哦。啊，我来就想迄个 blog 普浪哦，普浪嘛，可能嘛真侪人拢知影这物件。普浪到尾也叫迄个 Facebook 是闭落去，安怎讲？普浪来讲，伊的这个咱看到的这个人机界面啦，就是讲你看到这个画面吼，有当时啊吼，感觉想单调咧，就敢那你发一个简讯吼。你的朋友同款，啊那迄个功能看到是干那迄个，但是后壁用一连足侪物件啦吼。但是不管安怎吼，到尾 Facebook 嘛是脱颖而出，因为 Facebook 提供的物件太侪，你用个大相片、大你家己写物件，也是讲你看好的物件用个甲连过来吼，连过来哦吼，哎看较好的影片哦 ，YouTube 买个连过来哦，啊所以讲足精彩，啊搁内底互动吼，一寡咱这个。用 Facebook 的互动，不是干那讲，咱一般拄着讲从来没见过面的人哦，哦，你用个问你家己的亲戚、吼亲戚朋友啦、同学啦，
拢会加入，而且加入足简单诶。比如讲，你打一号毕业，你拍迄个合作，啊拍打诶打一届，诶，真是若有顶头有请诶，拢甲你列出来，啊你甲哦，即、這个安尼三十年毋捌见过面，点落去，说他一下啊加入，诶、欸，双方都莫名其妙讲，诶、欸，我安尼来做的话，诶足简单诶，因为即嘛用人太侪，哦，而且。即、这个 Facebook 伊个惯例吼，啊，即卖愈来愈严啦。哦，以前诶，咱现在用一个名吼，嘛用个签名对。啊，即卖毋是哦，即卖规定讲你要有正名。哦，啊用英文名当然伊嘛接受啦，但是即卖伊爱看你多大。哦，啊像阮早期利用用英文名拢会使。啊，有一个足注意个代志，就是歌星伍佰，迄卖咱韩国个啦吼。伍佰伊用伍佰啊，伊也签一个 Facebook， 结果安怎呢？诶、欸，用啊长好诶时阵，软件停掉，毋是家己停啊，叫 Facebook 即个公司停掉。啊，伊就申诉哦，开始写批，开始问，开始用讲诶，甲用标诶，上尾啊嘛是无结果。啊 ，Facebook 互伊诶答案是安尼：你五百不是你的本名，讲你甲装笑诶，我讲本名嘛无人知影，讲五百人才知影是我，对，伊诶艺名是五百啊，啊，但是本名吼、哦，毋是啊。伊本名讲出来，还阁无人知影是伊啊！啊，这趣味的代志吼，这敢若甲社会有淡薄仔脱节。啊，不管安怎啦吼，这是题外话吼。咱知影这 Facebook 的影响力看有偌大哦。啊，即卖有你用 Facebook 请下手，哎，嘛袂歹呢。我若挂入去时阵，就较歹啊。啊，我是希望讲咱大家吼，拢有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哦。啊，阮。咱电脑一开开，迄个首页吼，一般会开开是 Google 啦，会开开也好吼。诶，即马交人开开就是家己的 Facebook 吼，家己的 Facebook 吼。啊，迄有在好处呢，迄种足及时的。你要找一个人嘛，找无吼，有阵时啊电话卡未通，诶 ，Facebook 顶头看伊顶头，可能叫出来讲话吼。啊，像遮吼，遮好的一个通讯的物件，咱拢爱去甲用，包括像。有 MSN 的人吼、哦，嘿 ，Skype 吼、哦，啊，遮拢用迄个个清洁账号。既然要清啊，一变工啦吼，总清起来，啊名拢一致。后边变都阿讲，哇，啊我名叫清起来吼，啊结果诶，同款你个名，啊去所有网站吼，咱想会到的，拍入去这名拢用用起啊。哎嘛，足遗憾，愈早穿愈好，卡位就对啦吼、哦。好来，咱即摆今来看咱个网站吼，今、哦、仔时间剩无济哦，今仔较短吼，半点钟去啊，来，好，哎，咱即摆看到底吼、哦，这是咱迄个民政府个网站吼、哦，啊，有关这网站吼。哦即马目前哦，咱维护的义工也未少哦。啊，变啊做咱的义工呢，哦，第一个，咱就要先来遮来注册哦。那阿哥，你若纯粹要做迄个观光客啦，吼、哦，要来看就好哦，就变注册。啊，若是讲，希望讲，咱有参与感啦吼、哦，啊，就来注册哦。啊，若是讲，你有注册时阵。权限吼，还是讲用个分配一寡工作，无内底吼要维护一个网站无简单嘞。迄资料吼爱一直更新，啊，这网站呢从来没有在更新，人来一遍、第二遍就袂来啦啦。哦，所以愈侪物件是愈好哦。啊，所以讲嘛爱靠大家来甲建、甲建个大，上好即变台湾第一大站吼，上好个吼。啊，用个来遮注册哦。啊，若是讲你已经有账号个吼，咱就用登录。哦，啊，无账号就注册。啊，譬如讲，我即马用我的账号入来吼，啊，就登录。登录入去就问讲，你当初注册的时阵吼，你用什么信箱注册？哦，我即马用我的入来。我是用哈密尔的注册，吼、哦。这个我注册两个多月，他都不给我再通过。哦，来，我等一下帮你审核。我也是管理者，吼、哦。可能
他会寄一封信给你，哦，我叫我等待。哦，那可能信没有寄到，是不是打错了？我第一次有寄信，哦，这样真的哈，我给你个案处理哦。咱这官吼来正常，你来申请新闻以后，规条讲安全的起见啊吼，啊无不用机器人来注册，啥物叫机器人？不是人咧拍的，用清单用程式。啊，连续跟他注册，跟他注册一万个账号，那些站都倒闭下了吼。所以讲爱扣那，你正常注册时，你要用些图示让你看。啊，真的哦，好。没有问题。哎，等一下让您满意。哦，那今晚我今晚先入来吼，那今晚我已经入来，叫我看到这 James 哦，这是我的名。哦，啊，表示我今晚已经入顶头，叫一个登出，意思就是讲吼，我已经入你咱的网站了哦。哦，啊我。即嘛是用这个身份入来，所以我有闲去退出。啊，我若是拢无的时阵，嘛用去看得到，但是看的物件较少。哦，这就是讲会员，哦，咱的人员啊，甲观光客无同款的所在啦。诶，当然有注册有较好的福利嘛，吼，咱家己的人嘛。啊，过来吼，你若注册以后，一定会发一张批予你，一定爱去收哦。像我拄仔是汉庙。你去收批，伊会来讲，你拄好清洁账号，大家清，大民政府清洁账号，啊，问你是不是你来请的，还是讲别人冒用你的名字去来你请的吼？啊，你爱甲回答，迄叫做认证吼，表示讲，诶，是你本人做的代志，哦，安尼，咱才授予他的会员权利，哦，啊，会员权利另外有啥物好处呢？你用去搭物件，比如讲，我今麦礼拜吼。叫一个讨论区哈，咱看所有讨论，内底你容易去搭一款物件。啊，我带顶头，我顶头我冇搭过，吼。啊，我搭过物件拢会列出来。啊，我要开始一个讨论，内底去搭，好，加加起落去，吼，啊，咱两个来拍你的内容，好，拍，譬如讲，我有啥物感想的吼，啊，这标题啦，哦，啊，内容拍拍以后。看你要放在哪位，放在讨论，伊内底吼文章足多，甲分类，吼分类。比如讲，我要放在这个控米案的最新消息内底，啊，放在政治时事讨论区内底，用去算，算完以后再甲送入去，安尼你就打给你啊，哦，都打给你。但是吼，一般你若是讲有注册，互你打，但是我都互你马上看得到，安怎这嘛是算一个安全的。控制啊，无一般通牌照来吼，也是啊，迄四二六照礼拜吼，我袂敢打的时阵，虽大虽看到的时，对咱讲真也足歹，所以咱来个把关。哦，你即马上出去吼，除了咱有特定吼，偌侪人是咱的作家啦吼，也能直接也有审核过，咱拢小白的人，咱都有去。啊，一般的委员嘛是爱经过这个安全的机制，哦，安尼才安全。哦，所以讲那是。已经有在用的人吼，有可能你会拄到这个情形，物件写好搭配的时阵，我都随看到，啊，感觉诶无搭成，搁继续搭，我甲安尼在顶头看有啥物件呢？待审核的这个文章哦，同一个人哦，同一篇哦，敢那14张，意思是讲伊足无细心的人哦。哦，咧热程度足有够诶，啊，大家看袂着，搁来搁一遍，做14遍啊，比英语国诶国父吼，搁较厉害，因为10遍，咱咧14遍诶，所以讲咱建国嘛成功诶吼。啊，像即个情形吼，可能你若是无了解咱即网站诶运作吼，才有可能啦吼，发生即个代志。我紧，你后面拄着诶时候，我拢会去处理。啊，网管毋是干呐，我一个几下诶，哦，咱几下网管在做吼，后边啊有对咱。网管的工作有兴趣，咱们去做工作分配哦，啊，用个来加入咱做管理员的行列哦。好，啊，这是咱一挂文章哈，咱要看文章，还是讲要发表文章的所在哦。啊，较重要的是大部分人无发表文章，会去看物件，比如看消息哦，看咱有啥物讯息，啊，拢大顶头看得到哦。比如讲咱这个研讨会哈，咱这上课这研讨会，大顶头嘛是安尼，拢有做一挂公布吼，哦，因为我即马我是用我的账号里面吼，
现在看到的是我的讨论，欢迎你入来咱的首页。好，安尼，搁入来吼，这就是咱的首页，速度有较慢。好，按帅吼。咱看咱的首页吼，咱首页最主要咱看中央这一栏是咱一般咱的表演区啦，吼，咱的网站的所中央，然后伫中央啊边啊这两边吼是拢头较固定的物件。哦，较固定的，啊，中央这片就是，咱要公布的，还是讲，咱较重要物件，拢在顶头，拢放在上中央，像这广告啦吼，拢在顶头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进前吼，这个日本地震，咱要救地的时阵吼，嘛有发一个文啦吼，拢在遮。所以讲，咱你看咱的网站。先检查中央遮的哦，遮有一寡较重要的代志哦，拢会在遮发表哦。啊，过来就一寡参考的资料咧，参考的资料吼，一般会放在边仔遮，哦，放在边仔遮，即参考的资料。哦，啊，这边吼，就是有一寡咱搭起新的物件，伊做一个简单的列表哦，拢放在边仔遮。啊，佫继续看，继续看。啊，遮来吼。后壁都有一挂影片通看，啊，都一挂影片通看，啊，这就是咱的网站的结构，啊，网站的物件，比如讲你若从来没进来，啊，你要看这个网站吼，可能要准备足多时间的吼，但是这种袂走去，这甲电视无共款啦，电视时间过，啊，这节目都无人啊看，咱这永久伫顶头，不管是拢会来看，啊，啊。大概啦吼，咱的网站的架构是安尼。啊，至于内容来讲吼，大家慢慢来看啦，包括像这机啊啦，这机啊游来的一挂故事啦吼，啊，这种一挂解说字的吼，啊，搁这两幅图啊，有啥物意义啊？顶头拢会找到吼，这可能免我讲，大家拢知影吼。嘛有可能啊，咱即摆请咱林博士来解说这两幅图，捌解说过。哦，安尼吼。好，安尼咱今仔节省时间哦，啊，即种个跳过吼，啊，即摆咱来看吼，看一物件，对我拄仔讲个电视台，咱冇电视台哩吼，咱个电视台毋是 YouTube， 咱叫做 Ustream， 哦，这是一个迄个做广播电台啊，做电视台个网站吼，免拍对三个 W 连个免拍，你敢若拍 U， 我用较大个，互大家看。所以回去大家才看到，我把这个调较大一点，叫做 U 哈 ，S T R E A N。这样就好了，没几字，很好记的，头前那三个字也变，哦，是的，叫 U 啦，哦，U 就是 YOU 就是 D 啦，哦，Stream 就是什么，串流，就是咱在看的那个所谓的，哦，串流影音，那个意思Stream，哦，叫Stream，啊，咱用这个copy，把它拿来网页加上打入去。好，你去，还著看到，看到这个网站。哦，你来啊，吼，伊个网站，啊，咱要找咱的 channel 呢，吼，这家己拢容易熟的吼。啊，我即摆内底，我提进行用我的账号入去，吼，我做一寡，这个实况转播，吼，我的频道叫做佛摩萨。福尔摩沙，然后佛摩沙音乐哦 ，M U S I C 啊，因为我有开一间叫做波多大歌厅啦吼，啊，你若去找找无啦吼，
会在街上找无啦吼，爱在网络在找着吼，叫做佛光山 music， 啊，就看外道啦吼，啊，这个点了，搜寻啊就找着，啊，找着，这个就是我的电视频道。啊，即卖因为我无伫实况转播，我若镜头加入以后，即卖看到都毋是即张风景啊，就是看到大家啦，啊，住伫顶搭，吼，这个实况转播。那我即卖因为无实况转播，我来看我库存，哎，这有看蔡明发吼，咱迄个副主席个吼，伫 LA 迄、那个，这进前伫 LA 的时阵吼，咱有即、这个有一个迄个演讲会吼，啊有会议吼。网络顶头你看的朋友哦，讲几句话，然后咱接起来看这录影哦。这包括录影机嘛，要买呢。这网站哦，嘛提供足大空间，互你放你的影片哦。迄阵在这个缩小哦，这嘛是算一个专机啦。啊，所以咱尽量爱把握这个机会。啊，那今仔日讲是要含中央去争取这吼，我看拢无路通行。中央在那把握吧，你靠讲用道理、用法律来含伊讲，绝对讲袂通嘛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恁讲白话那是留一条路互咱，但是咱来尽量去把握这条路，行好势安尼。啊，希望伫这个底来安尼，行好结果，啊有行好结果，为台湾人争一条路出来安尼。好，好，咱过来看卖吼，伊顶头提供互你放影片，这影片就是咱做实况直播，还是咱家己用个。放顶头的影片哦，拢用的放在顶头哦。啊，包括就讲这前几工啊的活动吼、哦，这是伫纽约的咱的会长吼，讲录影来看一个，看一个。这嘛是伫 LA 吼、哦，嘛伫洛杉矶。老师，这应该无追哦吼，目前应该无公开追哦。诶，这嘛这个电视台吼，永然无追啊，但是吼。差不多，咱这边的啦吼，咱本土，因为这物件是我足早期的时阵吼，我开始用的，我甲渔夫啦吼，渔夫因为从个玉山电台嘛吼，啊，迄阵我就是研究这物件，啊，以后同伊的，啊，我也同我的，到尾我拢甲做到比较，啊，所以讲在这小和平，我顶头我慢慢放这个。啊，所谓差不多，咱很多台电台拢用这个物件哩用，啊，足奇怪哦，里面用我开拢袂晓用的款，啊，是讲看咱哩用，伊就是讲打从心里就跟你不一样，伊就爱用，安尼也好啦吼，啊，规矩拢有人用，吼、哦。徛伫遐，坐伫遐，这是迄个咱社会长讲的吼。开会者，小型的座谈会，做个理疗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像这物件吼，这物件其实来自台湾的人。啊，国文件哦，够紧的吼！啊，我看今仔要申请账号吼，即、這个也较侪时间，咱用其他时间食饭的时间啦吼。我相信已经有一半的人有伫用 email 吼，啊，所以讲用个帮助吼，咱、的朋友，那伊也无请的，啊，你有已经有请过会晓用的吼，加加一个，因为请账号是真简单吼，啊，要用迄个物件有淡薄仔困难尔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咱请留这账号，你要囤物件，每一间这个 ISP 即个提供者吼、哦，网络的这个主管的提供者吼，因、哦、这个界面无够同款，因为画面无够同款，爱去行一遍，一定爱家己去做一遍，才有法度你后面再要使用吼、哦。啊，我节省时间，咱先卖讲这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就是讲，咱来透过吼。透过这个这个免费的主管吼，包括像拄啊啦吼，拄啊这个Ustream 吼，在咱国内啦吼，咱国内有足侪咱本土派的网站吼，拢有用这个物件。像海洋之声即马嘛是无迄个实体的电台，嘛是用这个物件，用 Ustream 来做。啊，在咱即马来看这海外版吼。海外网顶头，咱有做一寡连接，这算一个入口的网站嘛吼。包括像一寡本土的电台啦吼，我拢有甲收一个顶头。啊，若真侪咱本土的活动啊，拢在顶头看着吼。
咱先来看看一下，啊，这是海洋之声，哦，咱来特别做一个这出来，哦，咧看乱嘛，这外紧吼，拄着这个吼，你来接编嘛，甲改变一下就好啊，改做繁体中文，啊，就是啊，哦，啊这个落去，即马红叶了，即马有滴播放吼，啊，有。诶，即摆是有开的，啊，但是无人比讲过。来，你的商品不要被买卖的商品。哎，你的也不是老师，因为是社长，所以在这边主持会议哦。啊，这些可能放录音带啦吼，所以无看到啦。可能可以走个礼拜。所以后边你也要听海洋之声吼，海洋之声无叫抄袭呢，网络顶头搁换跳跳的啦吼。来，咱即摆搁甲退出来吼，搁换一台啊。啊，比如讲。也叫一个台湾国家广播电台，这站是足新的站嘛，这是最近我才创的，啊，替人创的啦。其实我咧创这个网站吼，拢是做义务的啦，吼。啊，女性的网站吼，伊的资料会愈来愈多。这是台湾国家广播电台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实况，实况即马无开，哦，即无开。哦，咧进前曹刚清的一寡物件啦吼。有可能，哦，啊，包括就讲，啊，个人看讲，咱这个电台吼，有偌侪人在看，叫一个世界地图吼，会用知影讲吼，啊，即摆等你出来吼，哦，你每看到红点，就是有人在甲咱看这个电台，哦，啊，加还有一个清单，哦，台湾偌侪，啊，这是这期间内底，美国加拿大，哦，这足侪。马来西亚啦吼，巴拿马、纽西兰、德国、澳大利亚吼，啊，这别台啦，咱卖看这。其实哦，咱这个民政府的网站吼，嘛是有这个物件哦。那咱去看，你正手点也卡毛做这个统计，但是不一定这个啦吼，因为咱那个用另外一个更加精确统计的网站吼。好啊，咱这个网站吼，咱的网站就介绍到这。啊，因为时间也足宝贵的啦吼，后一个主持人后一个演讲者嘛，嘛到位啊嘛吼，啊可能咱嘛爱休息一下，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即个研讨吼，电脑这部分咱就到这为止。啊，若是讲我拄仔你讲即个机面要请的人吼，我会阁留淡薄仔时间伫个吼，啊当然较重要是爱听后一个人的演讲啦吼，啊我会小留一下有啥物问题吼。我用上短时间的时间甲大家讲，啊，中道的时阵哦，我相信咱有足侪朋友哦，迄阵拢会休困啊吼，啊，咱利用休困的时间在楼骹，哦，用公用的电脑落去清这账号，啊，清着账号以后，爱记哩哦，啥人是会今仔日的资深的班长，会拢甲收集起来吼，啊，到时咱再发 email， 啊，大家就会构成这横向的联系，哦。啊，话紧，啊，阁有机会。咱呐只要建立一个横向联系以后，咱要做啥代志拢足简单的。好，多谢各位。也感谢曹老师啊，个人个点在介绍。来，天气，今日多谢老师，谢谢。